你在这儿抱守残缺，墨守成规，自命不凡，这个瞧不起，那个不服气，你这种思想再下去，有幸碰到山豹旅，你不被打得屌弹精光，我都怪了。你瞪着我干嘛？老弟呀，你好好回去想想吧。老哥说的是肺腑之言的。我知道，我做不到，永远也做不到。但我会让909的干部来学习，学习你们808旅的光荣传统和这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支持精神。经战区陆军党委研究决定，韩鹏同志身为山豹旅旅长，对跳伞训练中发生战士摔伤事故负有主要责任。为了警示全旅官兵和韩鹏同志本人在今后的训练中重视安全管理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，给予旅长韩鹏警告处分，希望他能从中吸取教训，杜绝事故再次发生。